小朋友们，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奇趣蛋惊喜玩具哦。来看迪迦奥特曼的奇趣蛋里面有什么呢？这是两辆黄色的小车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它呢还可以碰撞合体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这里呢有一个头，我们把它放到后面，然后呢后面的小车撞击前面的小车。3、2、1。哇，快看，瞬间变形，磁力合体。弹星侠、雷霆狮鳄、必杀技、巨鳄水炮。欧布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绿色奇趣蛋里面是什么呢？同样呢是两辆小车，紫色和绿色的，我们来让它触碰变形。3、2、1。紫色是上半身，蓝色呢是下半身。这是弹星侠里面的阵地狂吸。赛罗奥特曼的紫色奇趣蛋，我们来看它的形状呢，像是棘车鹰隼。再来看黄色的呢，像是雷霆狮鳄。我们来看，把它两个合二为一。再来一次，碰撞合体，棘车鹰隼。再来看捷德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红色奇趣蛋，两个红色的碰撞赛车。这里呢有一个头，我们把它放前面，然后后面呢向前碰撞变形。烈火雄翅，非常帅气的名字。哇塞，我们一共有四个上半身和四个下半身，现在呢我们尝试着把它混合的拼装在一起，紫色和红色的组装。哦，果然可以呢。不同颜色的棘车鹰隼，黄色和红色组装，猎刃雄狮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对蓝色和黄色。棘车鹰隼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玩钢铁飞龙的战士们带来的惊喜玩具。首先是狙击手深蓝，这是深蓝的变形手表。哦，那它还能召唤恐龙。哇，我们一起来试试。这是机械翼龙，恐龙丢下了一颗奇趣蛋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？这是两辆黄色的小汽车，那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惊喜。3、2、1，抢抢，汽车合体变成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。接下来是勇气战士赤焰，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变形手表，那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恐龙呢？这是暴龙，看上去好酷啊。好，暴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趣蛋，这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？打开看看。好，是两辆蓝色的小汽车。它们是不是也可以一键变形呢？让我们来一起试试。变形成功，这是美国队长，你们认出来了吗？力量战士铁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块手表，它会不会变成恐龙呢？它的头上有三只脚，这是三角龙。三角龙也留下了一个奇趣蛋，是两辆红色的小汽车，他们会合体变成谁呢？
头，好神奇啊！是钢铁侠。呀吼！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正义战士小星，他的变形手表是白色的，让我们来变形看看。这是一只剑龙，剑龙留下了一颗奇迹蛋。奇迹蛋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小汽车呢？是蓝色的，不会也是美国队长吧？一键变形看看，枪出现了，这是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首先先来看看红色的战士赛米给我们带来的奇趣蛋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加仓也是赛米。哇哦，快看，好神奇啊，赛米变身成了一个核丸。哇塞，这是最新的单星侠宝丸狂吸玩具，背面是它的玩法和种类介绍，让我们赶紧来打开看一下吧。这是它的玩具拼装，首先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将它的爆丸展开的部分收起来，将机器人的身体向下按压，再把拼装好的爆丸安装到弹射区。那这辆战车究竟有多厉害呢？好，爆丸一下子就弹射出去了。第二个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是粉红色的战士露西，先来给露西的奇趣蛋变身，那他给我们带来的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？好，这是宝玩巨鳄，看起来也好厉害的样子呢，里面是一个黄色的机器人，先来给它变形成战车，然后将宝玩装入发射器，那它能不能一下就弹射成功呢？赶紧来试试。好，瞬间弹射，好厉害啊。接下来是蓝色的战士福特，他的奇趣蛋里面会是什么惊奇玩具呢？好，福特变成了一个蛋星侠的核丸，这是宝丸狮王的玩具，快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。同样，先将机器人变成战车的形态，然后将爆丸装入弹射器。好，一次就弹射成功了，耶！爆丸也变成了展开的形态。最后一位登场的是黄色的战士麦克斯，来让奇趣蛋变身。他的爆丸盒子上写着“爆丸猛杀”，哇哦，不错呀！这次又会是怎么样的变形机器人呢？好，出现了，是一个绿色的机器人，那这一次能够一次弹射成功吗？让我们来试试。加枪成功了。那今天的迷你特工队惊喜玩具就玩到这里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位蛋星侠呢？记得给我留言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